壶。灰灰，灰灰，快来订阅吧！一起来玩大发现，和碰碰壶，和鲨鱼宝宝。哎呀，我们就快要装设好了。是的，但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。对了，我们需要一个蛋糕。哦，我认识动物界最好的蛋糕师傅。真的？是谁？为什么不猜猜是谁？发现，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到什么？我看见大海里最大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大海里最大的动物，鲨鱼。你爸爸是真的很大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。这种动物喜爱唱歌，想再试试吗？是鲸鱼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大家好，朋友们。你好，鲸鱼先生，你能为琪琪的生日派对做这世界上最美味的蛋糕？当然，非常谢谢。当他做蛋糕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琪琪准备生日礼物。那太棒了，鲨鱼宝宝，我知道什么动物可以帮助我们。真的吗？是什么动物呀？发现，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，发现，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个没有骨头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没有骨头的动物，是海星吗？不，一只水母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有八条。对，这种动物会喷射黑色墨水。想再试什么？章鱼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你好，章鱼夫人，送什么给琪琪做生日礼物好呀？啊哈，我知道送什么给琪琪最好不过了。等等，看，五颜六色的球。哇哦，太感谢了，章鱼夫人。现在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等等，我们还有一个动物没找到。哦，还有一个吗？发现，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有什么？我看见身上有壳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身上有壳的动物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蜗牛吗？不是乌龟吗？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有两个尖爪，这种动物左右行走。想再试试吗？是螃蟹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
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们想给朋友琪琪的生日派对买一个特别的礼物罐子。我有好办法了，我给你们做一个合适的。哇哦！给你们，谢谢。鲨鱼宝宝，生日快乐！哇哦，太谢谢你们了，朋友们，快吹蜡烛，琪琪。现在，噔噔，我们还准备了礼物罐子，我们一起打碎它吧。听上去很有意思。下次见喽，我的朋友们。嗨，朋友们，快来碰碰狐 Plus 畅玩各种趣味游戏吧，立即免费体验。